友应采儿在一起4年分手，第二任女友黄婉佩在一起3年分手，第三任女友王秋子同居1年后分手，第四任女友王可如热恋8个月分手，第5任绯闻女友袁子乔偷偷约会2年，郭碧婷出现之后分手。对比下来，还是郭碧婷最耐看啊。